我们今天新增的病例是在2960人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呢从我们6月19号确诊的本土案例来讲，我们的年龄层的分布哦，18岁以下有到了 18.9%、那65岁以上的也有到 15.3%， 反而是我们的青壮族的这个部分有稍微下降到 一点点哦。所以在这个区块的话，还是要拜托大家一定要把防疫的工作给做好哦。好，来，我们6月19号我们外县市医院通报有402个案例，那占了我们 13.6%。 我们外籍的移工哦，稍微降了一点，有101个，那有大概是在 3.4%， 所以在这个区块大概就占了我们比率的 17%。 长照机构住民跟员工也有69人，大概占了 2.3%。 居家隔离居家检疫期间来发病的有621人哦，占 21%。那同户确诊者有347人，占 11.7%， 单一个案也有1405人，大概占 47.5%， 洗肾的有 5% 占 0.2%， 那监狱也有一个 0.03%， 那今天比较特殊是身障的也有9个。